者王新宇台北报道，女星高慧君近日演出电影《红衣小女孩二》再度受到注目，不料近日却爆出姓名遭到中国网友盗用，在微博开了假账号，诈骗金额已高达台币 1.6 亿元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有网友盗了高慧君的姓名及照片，用小慧的名称开了假账号，微信号 XIAOMANLOU， 昵称芳草碧连天。之后因为有网友不堪受害，跳出来向高慧君本尊索讨赔偿，才让事件曝光。高慧君不止在脸书直播澄清，也在微博发文感叹，今天得知有人冒用我的名字以及肖像权去骗情骗财，假文章盗用图甚至文章完全盗用，让我十分震怒。目前北京与台湾的经纪公司已经在整理资料，绝对用法律制裁，不能姑息。我平常没啥脾气，但这对我是侵犯，我不会隐忍。高慧君图片及姓名均被盗，凡社自脸书高慧君发文澄清，凡社自微博。